现在市场看到下拐，终于我们这有卖，但是它卖的可便宜了，是死的，15一斤。我当时觉得好诧异，这下拐呀，它就长，我这下拐呀，它就长在这壳里啊，还行啊，挺肥的。但这下拐老埋汰了，真的是老埋汰了，我洗了好几遍。嗯，还有啥？